能够救活的人我们都基本上都算救活了。陈先生吗？叫他箱子千财。可以打招呼，自己介绍一下。对对对对，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对，我们老师，这个是他在同济医院，他的老师，他的名称叫 ECMO 希望者。ECMO 是一个，因为肺不行了，然后他们要在这里插一个东西进去，然后有一个机器，就把全身的血要有养分就打进去，就靠这个机器去维持生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人工心肺器。人工心肺。对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要去长宁小区，那个路上啥子车都没得。看起来跟我妈一样大。看他怎么打，还没搞定，没有，这飞不成功，好像不成功。这个时期吻合这个的时候。可能会出现心病人的心脏出现问题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心停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啊，停电停过，哦，或者心跳变慢，快要停，这个是可以出现问题的，其他的就是在这里面出现问题，对，万年飞之后，对，这个不能出问题，这个一般也不能出问题，这个时间也不要这么短。戏里边有一场的手术，其实拍了，也挺长时间的。对。你在那里的氛围是什么感觉？其实挺难受的，挺就是，第一天是光着上半身躺着嘛，然后几个小时，然后也不敢动，因为一动一离开那些仪器啊，就要重新插，重新弄，就一直在上面，其实。而且一直僵着也比较难受，然后第二天就更难受，因为要一个特殊的姿势，就是脑袋其实跟就是卡得很难受。准备下班 ，Ready， Roll。对，这个就对了。那他边消毒，他就边穿衣服。是的，节奏什么的。走了，咱们准备开始了。同意，你要适应我一下，点个头好吧？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。